地戎是勃艮第的它的一个中心城市，你会发现在一个小时之前靠近萨布利的地方旁边更多的是像平原这样子的稻草堆会是更多的，但是越往前它其实就会山会更多，山城。 Take the first exit now。迪中最有名的话其实是它这个可爱的猫头鹰，它猫头鹰的话你是可以在古镇的地上到处可以看到，它会指向不同的景点，然后最有名的一个景点也是在会有一个真的猫头鹰的浮雕。这个也叫做 Notre Dame， Notre Dame 的话它其实是属于就圣母的意思，你的 Lady， 你的 Lady 的意思，所以就圣母玛利亚跟巴黎圣母院和这个圣母院一样，都是去玛利亚的教堂。The grass is stopped. You don't. Oh, have no grass. Yes. Here we come. Here we come. And you will see at the top. Okay. No. Okay. 主说他也累了，跟了三条地之后，所以他要省些力。现在庄主在做的一个烧烤。Let's see.If it's a crime, then I'm guilty. Guilty of dreaming of you. 在里昂的南京路步行街，对的，它也叫做南京路啊。French song attendant, all of you. 这是巴黎网红吧 ？Donc, oui. Good boy. Yeah.这应该是烧过的，已经喝了16瓶酒了。然后一个小哥哥，我们去酒窖看有没有一些 labeling 或者其他的目的。干了吧。你如风的少年。